丽宏先生你好，早安，队长你好。大家刚刚听了听您在也跟这个我们总裁这边聊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我可以先称为这是一个计划，其实已经行之有年啊、哦。所以对于您这个长期的这个演艺工作来讲啊，它其实真正能够提供给您的，除了一个比较安稳的睡眠以外，像有时候可能平常您睡眠时间比较少。那我在想，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少的睡眠时间也能够达到一个健康的效果？谢谢你的问题。睡眠其实比较重要是品质，比量还要重要，因为是真正的进入深层睡眠，那个才真的是算那个 REM 的那段时间。所以这个床垫能够让你更快速的进入深层睡眠。而且可以让你，其实它有很多个好处，一个是它有这个纤维弹性，让你在翻滚的时候，有些正常的动作的时候更轻松的去调整到你最好的一个身体的姿势，让你能够保持这个深层睡眠的一个期间呢、啊。所以这个对我的睡眠的品质有比较直接的帮助。谢谢。